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选后展开全台党代表座谈，进行通盘检讨。今天轮到台中场，台中市府顾问蔡碧如也受邀出席，两人一前一后抵达，聊了什么？柯文哲有最新说法。今天有特地邀蔡碧如来参加吗？有啊，他有来啊。还有要聊什么？来不及聊了，但是他有在会议上面给什么建议吗？有啊，手上有写一些。我哪知，我是被邀，我是被邀请来参加的。哦，我也来听听看。那有没有在这个2026晓得呢。一听到柯文哲，蔡碧如表情有点尴尬，不断强调自己是受邀参加。而原本预计10点多就要到的柯文哲，因为路上塞车大迟到1小时，也成了党代表座谈意外插曲。